是他那杯。秦云，别弄脏了机舱。 万处长，认识他们吗？回到上海以后，和现在的情况就不一样了。从今天起，遇事不许私自做决定，除非早已生死选择。 这是我师哥明楼，和他的管家阿成。他们之间关系如何？铜墙铁壁。那你和明楼先生还有什么关系？我听说你们是曾经的恋人。 曾经的师兄妹而已。你叔叔汪福举已经向新政府推荐了明楼先生就任经济司、首席财经顾问。他会回来吗？你认为呢？明台是今天的飞机赴港吗？是。他的航班是上午11点起飞的，我们的航班是中午12点飞往上海的。这个时间，他应该已经登机了。 你在看什么？送给你，谢谢先生。不客气。Patty，you sell rose. Whoa, that's a pretty rose. Did you say thanks? 先生，需要点什么？您先请。红酒。好的。您呢？香槟，谢谢。您的香槟。 您的红酒，你这酒里怎么有玻璃碴呀？先生真会开玩笑，酒里怎么会有玻璃碴呢？你说没有，那你当着本少爷的面把这酒喝了。好的，先生。
不是我这杯，是他那杯。青云，别弄脏了机舱，到后面去。是，老师。亚祖，是是。看什么书呢？我以为您会问我为什么知道酒里有毒。在你的眼里，我看上去是不是很反常？不反常吗？你够胆量，知道我是谁吗？不知道。你也很反常。家里人告诉我要和陌生人保持距离，这样可以保一世平安。如果我告诉你我是政府的人呢？那要看是哪个政府了。印度毁灭数略，这书是讲什么呢？一个西班牙作家写的，讲殖民主义的暴虐，西印度正在渐渐失去它原有的风采。冒昧的问一句，你到香港做什么？我是个学生，除了读书还能做什么？你的身手不错，在哪里学的？我以前在西洋剑术馆学过西洋剑术和拳击。啊，那令尊是家父明瑞东，早年就过世了。明瑞东，明氏集团的总裁明镜是你的大姐。嗯，您认识佳姐吗？您请。请。你好。你好。哎，请坐。最近我们的内部出了一些问题。严重吗？后果很严重。我们的红色刊物印刷厂可能要暂时关闭一段时间。你的印刷资金暂时要存放到汇丰银行，以待备用。进来。二位请慢用。好。你负责购买的医用设备已经经香港中转抵达前线，组织上让我转达对你的感谢。还有什么具体任务交给我吗？我们需要你继续留在现在的位置上，保持身份，保持常态。我请求参加战斗。你一直在战斗，从未停止过。
没事，什么都没问出来，这个人事先服了毒，人已经死了。哎，你是怎么知道酒里有毒的？你是在审问我吗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？齐云，这位小兄弟救了我的命，对于我的救命恩人，你要略微迁就一下，回去坐吧。是，老师。